本节目由奥利奥独家冠名播出，好吃好玩，奥利奥满满心动好味道，泡泡按一蹦换量好心动。本节目由越洗越滋润的多芬沐浴露赞助播出，本节目由花清香茶心味的康师傅茉莉茶赞助播出。血脉无糖口香糖，潮酷便携，随时随地分享持久美味。本节目由血脉特别合作赞助播出。思维师澳洲自然营养品，健康新时尚。本节目由思维师行业赞助播出。增阳好新风，自由深呼吸。本节目由开机三分钟，满屋是新风的海信新风空调赞助播出。动物园。你要钱啊？哇，行。哇，油门踩到底，我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真的，第一面那个弹琴真的是哇！不是你清醒的，要不然我找到明星了。特别亮眼，不管这个世界怎么变，就是我对我最喜欢的人的那些态度是不会变的。为什么？为什么？好热！他在下面吗？为什么泡泡就一定是肥皂泡泡？你是加强版钢化泡泡，对啊，跟钢化玻璃一样。对啊。你就踏踏实实的在你的泡泡里，然后我的泡泡我也不会让它破的。这句话也太帅了吧！我突然好感动哦，是，我突然好感动，感人哦，就会很有安全感。对，从这儿走过去，然后看一看。我先去那边。哇，他现在就很像电视剧演到那种，就是happy ending的时候。硬配蛋，那不是奥斯，现在是那个告白是吗？嗯。公主的早餐，汗吗？哦，敖运今天穿的好漂亮哦。对呀、啊，好幸福，好爽。我也觉得风雨吃的更爽。这两天吃的太好了。小吴吃的不好吗？小吴吃的不好吗？啊，好吃的不好吗？也好呀。做的不好吗？没说不好呀，大金做饭最好吃了。我留下春春的荡秋千，你荡呀？那太矮了。那是给你弄的。你可以荡低一点。小时候我们玩秋千应该站上来玩。哦，这是应该站的。站着玩了。哦。大西，你真聪明。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我聪明吧，也要反思一下自己。好了，收声。大西蛮有意思的。是站着。你怎么像那个跳的？对，就是站着好像动不了，站着好像。需要人推，对对对，我推你，我推你。没事，你站着，你站稳，你站稳。你轻点推的，他穿这裙子好像也不太适合站。你站稳啊，站稳，你抓稳啊，抓稳。你站稳啊，我站稳，抓稳，好。哎呀妈呀，哎，不行，这是这么玩的吗？他是在看。哦，哎呀，救命！不是。哎，好一点了，对，你站稳。你推的有问题吧？你站住，我推。
等一下，我看这个树啊，行，是这样啊，这样的吗？对，对对对，啊，这样好一点，所以它总是拧过来。对，哎呀妈呀，出了个馊主意，好像。哎，哦，天哪！哈喽，这么精神工作真不错，喝点吃点东西，给你瓶茉莉蜜茶。哇，谢谢。看你在小屋里就很喜欢喝，这是我特意从小屋带来的花清香茶心味的康师傅茉莉蜜茶，清香甜蜜，跟你很搭哦。好贴心呀，满满的茉莉清香，清新又好喝。依依喜欢喝康师傅茉莉蜜茶， William 都记得，真是磕到了。哦，我记得就是依依姐姐给 William 哥做了一个蜜茶特调，我看的我也想喝。你想喝吗？来，我这有。张张，我这准备的康师傅茉莉蜜茶给分享一块。谢谢。希望今天加满清香甜蜜 buff。好，干杯。我昨天，好惨一女的，我洗发液刚涂上，这个水没了，是吗？我那个屋子里水巨烫，早说呀，真是，然后咱俩换一地儿洗吧，我洗凉的，他那水巨烫，先洗凉水澡，就是有点温度就行了，他那很烫，我喜欢，很烫，我想吃一口菜。吃啥去？对，我得多吃菜。饱了？饱了，太甜了，太甜了，菜都变甜了，真的是。哎呦！哇！走吧，先溜溜去。走吧，走。小心点。哎呀，哎呀，来小屋荡了好多秋千，是吗？每天都在荡秋千。真的吗？就是咱房间里的呀。哦，我没坐过602的秋千。你还没坐呢，那天很多人的时候。哦，我就是坐了一条。你跟猴哥。跟猴哥坐不算坐呀。有点微风，然后那样。对呀。他们就是说，这个手链子，我现在就必须得戴着，睡觉都戴上了，就是说。那你这个长度正好呀。你手腕有那么粗？也没有。是不是我那条大，你这条小啊？你试。那你给我试试。帮个忙，我实在是弄不下来。你这个你就是手腕细，好像没办法。不是，你看这个就可以了。你要挨得好近哦。哦，这就正好，太美了，正好把这个还给你。那我就戴那个灰的，他可能就这么设计。咱们给反过来。对，跟穿错了那双鞋一样。那是我耳朵上的白兰曲。你在唱什么？咱俩唱的还不是一个曲。我唱的是那个，带你去海边，等一个晴朗的。夏天，我想带你去海边，这是我一直想要带你去的海边。哇，这样好浪漫！唱一个大海，好可爱。
果他还能够带走我，这什么？这也有点，这有点不应景，是吗？那还有什么？唱一首那个甜甜的周杰伦。我轻轻地尝一颗你说的爱，我舍不得吃回香。要是猴问我怎么说呢？说不定猴说：“好巧啊，我也是勇士，拿出来一个。”我觉得我是唯一的勇士，就这种，就是你。走呗。走吧。谢谢。拜拜，这个小屋。拜拜。我一定会回来的。我也一定会回来的。开始今天的活动吧，走。走。哇，还帮他盖衣服。他们要集合了吗？对啊。先等一会儿。风有点凉，要不披一个。谢谢。这衣服被我穿包浆了。我的好朋友们，我就说吧 ，Hello， 是一对一 v 一，哦吼，走吧，走吧，好开心啊！这什么暗号吗？这是你作为妖魔鬼怪，怎么过来腔调都变了？卢卡，进幼儿园了，就是确实，小班进来了，坐呀，坐吧。哎，王哥他们啊，哇，要坐大船呢，这是还要坐船？那不是有船吗？来了，看我那东西。那只有我们两个，也没别人呢。干嘛？迫不及待了。好，那倒没有。一二三 ，surprise！ 啊！哎 ，hello hello！ 好幼稚。哎 ，hello hello！ 我还说都看不到。帅呀猴！帅呀，你也帅呀我。看到你的笑，我就放心了。哎吧。去哪儿玩了？动物园。去哪儿了？你去哪儿了？你们去哪儿了？去海边了。哦，他们去的是海边。啊、告白的事会不会讲啊？好想让他们知道哦。这啥？好东西。好难说。还不能讲吗？好东西。不是，这怎么突然就啊？反正就是说，就是勇士的勋章。火！哇哦！哇哦！嗨，姐妹们！哇！我的天哪！神奇！你想我了吗？我想你们了！嗨！我的不入。走吧，我们走吧，走吧。那个，猴哥都会一直帮杨姐拿包，哎，这个时候那个包就是勋章，对，标志。
肉串。那我们做这个吧。好呀，我先上来。那边也可以坐，我们坐这边。七个也无所谓吧？对，七个也无所谓，对对对。救生衣裤，先给穿上吧，救生衣。行家呀，我可是。你是什么行家？你是卖救生衣的行家。谁要的？那我过去，你们过来一对得了。行，要不咱俩去那个？行，走吧。要不？要不你要跟妹妹一起的话，要不就我过去也行。来，我走了。没事，我过去，我过去，我过去。来给你们解围了。八。Hello， 对面的朋友，我们随后就到，看我们的尾灯吧。对，那边对，一直在哪儿？就是我给你弄的。你看，哎，好像更严重了，是吧？你再蹭一下，没了。还没弄掉，再抠两下。抠没了。你看毛毛给你抠的时候就这么抠，给我直接掉下。哇，风好大呀！可以挡挡风。还挺挡风的，好可爱哦。那我从这边来给你们挡挡吧。有挡住吗？哎，有一点，有一点。没有用，有点用啊，有点用。哎呦，好开心啊！为什么四个人只在两个床位上？你们可以。好幼稚哦！哎，他们跟上了，他们跟上了。好开心啊，超开心啊，就感觉有人在沙滩拍照。新婚快乐。哦，啊，他跟我们照相了。好开心。和谁打招呼？新婚快乐。哇，真的是在拍婚纱照哎，感谢谢谢。哇，好美好，天哪！哇，他们好开心啊！二十八天，心动的秘密是什么？是近一点，再近一点的底气，是满满的胶原蛋白，思维师胶原水光瓶，胶原蛋白肽和玻尿酸双重专利成分，肌肤嘭弹水光。逛京东搜思维师买胶原水光瓶，二十八天解锁心动的秘密，我们的新时尚，思维师。我们先走，我们先走，那女孩先走吧。他们要露营，感觉天气好冷。
知道吧。你们这一路玩的开心吗？还行。哇，好漂亮呀，这个地方。你之前来过这种地方吗？没有，但我感觉很浪漫。对。哦，哇，这地方不错。哇，这个帐篷也挺好。哎，我也想去。哇，这是我最擅长的东西，烧烤。我们又要自己人做烧烤了。咱俩今天晚上能一起住吗？我好多事情要跟你分享。你转一下，转一下后面。谢谢你。你想跟依依住还是想跟我住？我俩都行，我可以跟汝晴一起。你要选我，我看到了，都看到了。我选你，依依。太可爱了，开始搞起来吧，坐吧。行行，咱们坐一下，咱们坐，他们坐，咱们坐在那儿等着，咱们坐，坐吧，来吧，展示吧，家人们，我来搞烧烤，看看有啥啊，我来给您打下手吧，烧烤，嗯，先放碳，然后放酒精，然后减肥，来，哇，这个瓜一看就甜。啊，好想吃烧烤。好玩吗？你觉得古北水镇非常好玩。不是，主要是看跟谁玩是吧？对呀、啊。服了，我就不该问。我们要不要去也去帮忙呀？就能吃得快一点了。好的。去吧。我吃完瓜再说。不行，我需要老师，快快。是不是要感冒了？对啊，我怎么感觉他好像不太舒服？对啊，他这两天都穿太少了。我烧烤需要一个帮手。来了来了。好可爱。来，手套给你戴上。把这个酱就是刷在每个烤鱿鱼上面来了。哦，好。对，给他。那你帮我把袖子挽一下，有点长。哎呦，嗯，又在那边给我看，这个氛围感，可以了。这个风吹的好美啊！谢谢。没事。哎，依依呢？换衣服了，干嘛？哦。刀给我拿过来了吗？刀拿过来了。哎呀，这个肉的手感，我的天哪！你切薄一点啊，这样。啊，这么薄行吗？可以，你就切，小心手的。掌握行吗？这个太好了，切的。哇，你看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五层、六层，六花肉。天哪，大齐！哎，曾老师，你会拍蒜吗？我会啊。我会，这个我会。你去。他不相信我，你看那表情。我想看看，对吧？我怕切到你手，你知道吗？没事，应该不会。我眼睛虽然那个红黑红面分不清，但是这应该能看清。这个眼神。哎，能给我吃一口吗？吃这个能吃。哎呀，走吧。你吃一口。但他也不知道你在干啥。嗯。你是会干活的啊。不会，相比吧，我觉得。我刚学的，就是考倒数第一的来了，倒数第二就显得不用了。对的。哎呀，对的。啊！哎呀，齐哥。
来山。这鱿鱼烤都剔牙了，我一点不夸张，太硬了。来当武器了。太逗了。它硬是因为烤久了还是？烤太久了。那我觉得这两个是不是好了？那个应该是不。完了，我不应该学小孙说话。你觉得小猴？小猴说话。对。拉奇和妹妹比较有机会可以再跟不可相处。对。难受了。真热呀。喂，别卷起来，没有。嗯，对呀、哦。我给你卷。我卷完了。熟了。卷亏口。你要再换吗？我想想。嗯，把那。这个换一个吧。行。再来一会儿吧。哎呦，这。哎呦，他就应该问他呀，说，哎，跟你说话呢，这熟了吗？但他就是一个默默的人，你知道，他刚好就叫默默，然后也很默默的陪伴。嗯，我能做点啥？可以帮我拿一个小勺子过来，还有一个还有小刷子。小刷子。怎么你那看上去烤的那么美味呀、啊？因为他那个一糟了，咱们这半死不活的。哇，我们也有火啦！哇，这看起来好好吃啊！哇，我要吃！来来来，这个吧，我觉得这个应该可以。小心啊，小孙！手！哎呦，让手！手啊，好危险啊！手没事，你手怎么样？稍微撩了一下，就稍微有一点。那个厕所那儿有那种凉水，就是厕所，我带他去冲手，得冲一下，要疯狂冲啊！都糊成这样了，太好笑了。每一次都好了，干嘛呀？这边嘛，每次都不小心。还痛吗？不痛不痛。烫伤了吗？冰的。谢谢高老师。谢谢。对，你就先冰一下。哎，把水放这儿，是不是就冰了？哎，是的，是的。没事，没吓着。出汗了吧？心疼了。好吗？老冲手会难受吗？不难受，挺舒服的。你就别沾水了。哎呀，你刚才还沾了冰袋。没事。对不起，对不起。干嘛？你对不起你自己的手吧？我手。对不起了，小孙的食指。就对不起，让你担心了呀。对。胡乱胡乱忙，吓不着。呼噜呼噜毛，呼啦呼啦毛吓不着。主要以前没有这么烤过，对火还是要有一些。都怪那个炭。嗯。反正不怪小孙，都怪那个炉子。啊哈。他们去的那些地方，你有没有想去的？没有，我们的地方最好。啊！哇哦，我们的地方最好。我可以之后去。知道，不能哭泣。他老是带着，还蛮厉害的。再擦一遍是吧？加固一下啊！你干啥？倒。我们在制造酸味西瓜。马上！他还蛮有心的。哎，来。啥？送你一个小东西。啊？啥东西？啊？啥东西？哦。在哪儿？在这儿。小兔子又准备惊喜了，兔子好搭。对呀、啊，对、啊，送你小兔子。甜甜的。你冷吗？有点，稍微有一点，估计一会儿会更冷一点。我给你带了外套，你要披吗？哦，
好贴心啊。你在哪？我在那儿了。先占地盘了。总也辣了，真的 辣。你吃了吗？没吃。我为什么要吃？说实话，我是一个坚强的人，但当然算辣。你坐这儿，你坐这儿，我、啊、没事，我这杯子是我的，这是你。那我就这杯。抢我人。回来了。回来了、嗯。怎么样？没事吧？没事没事，开吃吧。没烫着吧？没没事。看看。没事没事。哪呢？那个。没事吧，小陈？没事没事。涂点那个，就是那个提升高啥的啊。起泡了吗？有一点一点点的。明天才会。没有，大家不要这么关心，这么关心就起泡，他也说没起泡，你知道吗？献上一个这个火焰艺术，给大家助助兴。我自己没关系，我预测，没有预测你买份保险吧，给手。三十岁之后，没准就是剪刀手爱德华了。就那个那个。氛围很好，嗯。那我们开吃不？来吧，先拍杯吧，来吧来吧。怎么说？那大齐哥提一句，大齐哥提一句。突然 Q 我，我怎么睡了？就周末愉快吧。周末愉快，周末愉快，周末愉快。旅行愉快，旅行愉快。一在哪里啊？一直接不在。能拿吗？能拿，没事。要吗？来吧，小豪小孙，我给你俩喝。哦，来来来，新年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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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干啊！嗯嗯嗯，什么？因为你俩，所以我干了。哈哈哈哈！有没有小孩那桌？就我这桌。嗯，那是什么东西？这个吗？啊？送小兔子。哎呀，送小兔子。哦，我还以为蜘蛛呢。不是蜘蛛。很开心啊。哎，这有点像是不是？哦，我去。哦，怎么还有个标签呢？嗯，我在前面瞪了他。瞪了吧，你这。哦，大的有这么大的？我大的我藏哪儿啊？我大的。你要想。就是隐秘一点是吧？对。哦、，sorry， 那我问的是太不隐秘了。我问完之后好像就没那么隐秘了。隐秘的角落。哎呀，大齐。回来了，依依回来了。我那个啥，我那个去趟医院啊，头疼，浑身疼，生病了，发烧了吧？刚刚可能在那个船上吹风了吧？你陪着他去，你去吧，去吧，去吧，你吃饱了吧？应该我你要不要吃点什么？不吃不吃。那你们快去吧，快去吧，快去吧！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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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了？头疼。喂，你穿这个吧。你穿。我不穿，你先穿上再上吧。这边。行行行。对。你发烧吗？我不知道。你头还真挺热的，说实话，真的有点发烧，真挺热的，真的。我们要不要转移到那儿呀？内心很苦。我也觉得可以。感觉吃完了，吃的差不多了。走吧，再烤点别的吧，有点饿。啊？你要不然尝尝这茄子好没好？大齐还在那边啃鱿鱼，不会染吧？应该我也觉得不会染。那放一会儿，咱俩盯一会儿。行，完了差不多了，咱就给拿上来。
不是太烫了。你等会儿，哎呀，那你还不理我呢。哎，来，你来，你来，你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把肉烤好。快快快快，锅要冒烟了，快！他俩在那干嘛呢？搞一些黑暗料理。哦，哎呀，太多了！不是，这应该出来的时候大家站着吃。啊，也可以哦。你好聪明哦！你太蠢了！哎呦！哎呀！完了，那个放歌，为什么没放歌啊？可以放歌，可以唱歌。不是，那怎么连能连？刚刚是不是都连上了？不是，你来吧，你来，对。我来了，我来了。哎呀，怎么呢？你坐那儿，你坐那儿，你坐那儿，你坐那儿。能听这么大声？你们俩坐吧，我没事没事，你坐呗，我搬椅子过来。大齐，你坐你坐，没事，我搬椅子过来，你坐坐。他一直在苦笑，哎，对，苦笑了好几次。你这是好不够。天哪，你好舒服，天哪。好难受。来吗？谁还来？大齐来一首。大齐唱歌好听的，对，大齐哥唱歌也挺好听的。行，那就唱吧。你唱，你点一个，我给你点。嗯，我不知道唱什么，是吧？啊，最好的都给你吧。哇！不知道唱什么，加油，歌词一秒死。我有点紧张了，好可爱。嘈杂世界里，拥挤人海里，每个翻来覆去，全都关于你。哇，他是可以耶！我多想告诉你，是个男生都会喜欢你，我的幽默风趣。全都属于你。哇，还表白歌吗？这个是不意沿着你的轨迹。哇，就像给他写的呀。包括着我和你最绵长的回忆，海边的风，屋檐的雨，兜兜转转，我还是一样喜欢你，把我最美好的回忆都给你，没告诉你，都是我说不出口的每个犹豫。你别担心，担心我会不辞而别离去，最好的都给你，把最好的都给你，我给你，给你，我只想全部都给你，把最好的都给你。差不多了吧？好听啊，大齐。听进去那个歌词了。我知道我唱啥，来，可能线不够长。
就是阿拉斯加海湾。我知道这首歌。拉斯加，这首歌超好听啊。上天啊，难道你看不出我很爱他？怎么明明相爱的两个人拆散他们啊？他声音好温柔，很纯净的。他干啥去啊？感觉他突然很 emo。做了个决定。有时间吗 ？Hello， 有呀。你想走一走？不是，我们去那边要不？行，随便你想去哪儿都可以。我可能什么还没回来。啊！怎么样？今天感觉心情怎么样？挺好的呀，我跟他在一起很开心。咋了？他不会想告白啊？哎呀，其实我那天扮小青蛙的时候，其实我有多买一份东西。啥呀？送他东西。这是。哎呀，你说这个，我希望你能喜欢。这是一个新的哇，对，啥东西啊？这是啊，我知道这个啊，那然后就会有 bling bling。其实我买了两个一对儿的东西，啥呀？是这样的，哇，变成个爱心哦，你新的是吗？嗯，啊。希望可以把这个送给你。谢谢。我又不太会说，所以我想，打打直球吧。哇！他已经在表白了。因为他这个就是一个爱心，就是因为只有他一个人有。对呀、啊。其实我有话想跟你说，其实就是这次约会
你之后就会知道，其实是我非常努力争取来的一个机会。就是你可能在送这个礼物之前，我觉得我其实是可能更勇敢的那个人。嗯，说实话，我这个人其实顾虑蛮多的，因为我也就是说到我这个人生阶段了，你知道吧，我就是会想很多问题。嗯，就我会想我在这个年纪想要到底是什么，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人来陪伴我，我觉得这是我必须去思考的问题。我觉得就是年龄跟阅历，其实目前我还是很看重这个东西，所以我现在就是很迟疑不前那种感觉。蛮理智的。你觉得两个人可以跨越这些东西吗？以我的理解来看，其实如果是互相双方喜欢的话，可以不太介意这些东西。其实我想的挺多的，不光是年龄啊，就是你刚才问的。嗯，说实话，我以前也是一个那种特别看重感觉的人。嗯，不在乎他所有的年龄、阅历，他的人生成长的背景，这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但是我其实也经历了几段就让我挺感受挺深的，印象深刻。嗯，感受挺深的恋情之后，其实我发现这些东西是不得不考虑的，因为你那一瞬间热情的释放并不能决定你将来这段关系是不是能够健康发展下去的因素。没错，就是所以我现在就会想的比较多，我会想两个人合不合适，适不适配，有没有共同点，这些我会非常考虑的东西。是的。哇，他好成熟，以他的年纪确实能理解的。明白。我觉得可以再继续多相处一点，让我的心里可能就能有一个答案给你。好，但这个礼物我先收下，好吗？成熟跟阅历是需要时间的。可是君君不是那时候就是很为爱勇敢吗？为什么就是当男生来了的时候他会这样说呢？
我也觉得如果是我很努力的追一个男生，我这么努力的追到就是跟他去约会，然后他给我这样反应，我这样哇哦，我也是放个烟花。对，我觉得他是可能就更了解了以后确认了一些疑惑点吧，应该是他在心中一定会去整理，但是他也不会说因为这样他就去放弃跟这个人再接触的机会，然后可能接触了以后他得到了一些答案，然后尤其对方又这么做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个节奏不一样。我是特别欣赏他的这个表现的，在爱情的非常非常的前期我觉得是不需要谦让的，因为你的谦让没有意义，你并不知道你和对方谁是更适合对方的那个人。对，所以他只是尽力的在为双方都争取一个接触的机会而已，但是当他发现不合适的时候他也第一时间去澄清，我觉得是对自己很负责任的一种行为。他也对对方很负责。对对，哎呦，妹妹是最难受的。Hello， 冰冰。我想喝一口。喝一口吧，还剩，给你剩一口。乐克好悲伤。有点冷，你贴了六个暖宝宝。可以，你别又头上热出汗了。不会，小心点，这边。睡着了。哦。啊。Hello。Hello。怎么样？回来了。咋样？还让我多休息，让我少吹点风。我把我的那个帽子给你戴。你有帽子？我有个老虎帽子可以挡风。现在还难受吗？还有点头疼。哦。你们吃东西了吗？还没。那给再弄点吗？还再弄点吧。喝点汤。我说那炉呢？炉在这儿，炉在这儿，炉在这儿。这样，这个，好，要不然你们给我倒一下。可以。好的。你要吃啥吗？花。好点五花肉。他们给你，给你吃的啥？啊，我就不坐这儿了。谢谢何，谢谢何。可以，加点盐吧。Miss Miller， 你像那纽约的那个啊，撒盐哥，撒盐哥，我还这样，咱不行。
这也不是大力而已。钱吗？不给，不要给。挺好喝的，这是爱的味道，这是爱的味道。吃点，喝点。你喝吗？我喝了，你再喝点。你喝点，我再喝一个。我老想干的吃，你不吃干的。坐着，歇着，你外面冷。你锁在外面。哦，没有，我理解了。没有妹妹哭了。Led me to your place. I know that something changed, 'cause I wanna stay. I've never been loyal. I've always been selfish with my love. Was running in circles. But it's too long until now. Forget what they told ya. I'm leaving my habits at the door. I've never been loyal, but I'll always be loyal to you. Yeah, 今天信号太多了吧？泡泡按一蹦，换亮好心动。接下来进入多芬美肌推理时刻。我们今天是团战，好，可以一起商量，然后推理出最后心动的结果，然后全部正确了，每人获得一颗原石。错一个就算推理失败，各位加油，一定要成功。好，来吧 ，Let's go。我们先把明朗的都给他连上。对，第一条先互画一下。William 一，松松肯定是张晶，然后猴哥杨姐，对，呜，松哥已经成了，然后卢哎。哎呀，卢可肯定君君吧？君君君君，对啊，他没什么好跟别人说的。君君，但是他不是被那个了吗 ？Reject。Reject 还是要发点什么东西吧？就你今天说的我也知道了之类的也可以啊。OK。大齐还是张晶，不会闹情绪哈？不会不会。OK， 男生都 OK 了。女生先侯姐好了，侯姐最简单，来，下次不要烫到手了，笨蛋。OK， 杨姐，侯哥，妹妹肯定还是卢可，现在就剩君君和好运了，朋友们。唉，君君应该还是卢可吧，他没有必要给别人啊。真的吗？他的根本都没跟别人说过话，看起来。对，因为也没有别人啊，肯定是卢可。那我就拉喽，拉。你放心的啦，我觉得张晶要给谁啊？因为很烦的是，真真送了他那个兔子，然后大齐唱了一首很有感觉的歌，在我心里面蛮明朗。你觉得是大齐吗？大齐，我也觉得是大齐。啊哈！你不要，因为我是有的时候会跟就是自己认为是朋友的人互动得更开心。对对，就是可能自己稍微有一点感觉的人反而会有点别别扭扭的。但是我每次就觉得大齐哥他每次做了一个就是什么事情，对吧，可能就是感动那么一丢丢，就一段时间。我觉得他是给曾曾的，但我感觉他会给大齐，但是我不懂爱情，我觉得我也看不懂。啊
我们今天因为上一期 Jerry 他真的很厉害，他是唯一获胜的人，我们听他的好不好？好。不用不用不用，现在压力好大。大齐对不对？我就是前面的聊天，他跟他蛮同频的。对啊，也对。好，听他的吧。不要不要不要，没事。Jerry 的神话再次出现，没事，就是大齐，我被说服，你不要担心，我狼王来扛。好，画画画画画，拜拜。好吃好玩，奥利奥，满满心动好味道。接下来进入奥利奥心动揭晓时刻。接下来我们先公布男生的选择结果，快公布。男生其实不是那么难吧，应该都对。没有意外，全部对。哎，我们好厉害啊。还有信，希望以后你生病不开心的时候我都能在你身边陪着你。今天聊的太多了，加深了好多对你的了解，虽然还有很多没聊的，但没关系，以后还很长。谢谢你又一次坚定的选择，旅行很开心。猴哥，猴哥棒呆。他们这一组我好磕，太喜欢。快乐泡泡会是钢化快乐泡泡，手指全好了，放心。呼呼会好吗？卢可哦，这个我想知道是什么。我会努力让我们有更多的了解。哇哦，他才是坚定的狼王，他上头了。啊！看到有好好照顾你的人和你兴趣相投的人，特别为你开心。干嘛干嘛？他要放弃了啊！不要放弃。好，不要紧张，我们现在答对了一半，马上要看到的是女生的选择情况，他们会一起出来看结果。天哪，我们直接看张晶那条跑去哪。对，你们一定要看，守住。好，我守住他。快点，大齐选了大齐。我不敢看。不会不会，我觉得你是对的。看那个线斜不斜。你懂不懂？就是你懂不懂？你一直以来都是我一直在死说他跟曾曾。你好厉害哦，纯叶，你以后坚持好不好？你不要没有自信了。你不要忘了你是谁，你是仙鹤。哎呀，算了 ，Jerry 的话就听一听就好。我对不起大家。啊，我果然是不懂爱情。没有，你只是不懂他们而已。我们拿不到原石了，这季好难拿。辛苦了，感谢一切。喜欢你送的小兔子，又是开心的一天。啊，对呀，哇。好啦，我的大齐。越相处越了解，就觉得你可爱又可靠。怎么我磕的 CP 真的这么优秀啊？记得涂药膏，生气的脸，担心的感觉。对，希望你以后永远勇敢，永远快乐，永远炙热。哦，真的很难过，也很遗憾，没法接受你更进一步的心意。愿你找到更合适、更心动的对象。君君看卢可，就像卢可看妹妹。对对，哦，是个循环。对。所以我们今天的丘比特团是没有原石了，海妖科技也就只有一颗。没关系，下次大家继续努力嘛，好不好？好。因为我们看到最后一次的旅行已经结束了，我觉得今天的嘉宾是金句频出的，从小孙的钢化泡泡到猴哥的我不会变的这个决心，然后我们也见证了依依说的我们可以再试试的这种希望，然后也感受到了
大齐说的我要把最好的都给你的这种洒脱。当然最后有一些遗憾，就是君君说的我可能暂时无法回应你的心意，但是我觉得无论如何我们都要为他们的勇敢，为他们的付出，为他们的心动而鼓掌。我相信601和602还会继续带给我们很多很动人心弦的故事。心动 ABM 与年轻人喜爱的心理学生活方式平台 Know Yourself 共同研发，在恋爱当中呢，你是属于哪一种动物？欢迎大家来做测试。好吃好玩奥利奥，满满心动好味道。本节目由奥利奥独家冠名播出，泡泡爱一蹦，换量好心动。本节目由越洗越滋润的多芬沐浴露赞助播出，本节目由花清香茶心味的康师傅茉莉茶赞助播出。炫迈无糖口香糖，潮酷便携，随时随地分享持久美味。本节目由炫迈特别合作赞助播出。思维师澳洲自然营养品，健康新时尚。本节目由思维师行业赞助播出。增氧好清风，自由深呼吸。本节目由开机三分钟满屋是新风的海信新风空调赞助播出。心动官方周边爱意倒影杯新品首发，快让倒映的心形帮你投射心动的信号吧。点击屏幕右下角的购物车就可以马上拥有了。下期再见朋友们，拜拜。哇哇，拜拜。本节目由奥利奥独家冠名播出，好吃好玩奥利奥，满满心动好味道。炫迈无糖口香糖，潮酷便携，随时随地分享持久美味。本节目由炫迈特别合作赞助播出。哇，小梧桐啊，哇，小吴打通了，哇哇哇哇，我们打通了，我们没有那个讨厌的篱笆了。我要不要把包弄的事情告诉你？都行都行，都行都行，为爱冲锋的勇士才有这个、啊、甜蜜的炫耀。这是头上的，这是头上的。啊，哎呦天哪，我就想说的是谢谢你定格了我这个夏天。你80%都达到了我的预期。姐姐可能多包容我，理解我。不能，我可以告诉你，别的姐姐肯定可以。嗯，要求你，你不要对我抱有这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天哪！完了。哇！他只能坐在那边看着他们这样一起玩。头一次感觉比打比赛输了还生气。太难受，谢谢。是很难过的感觉啊？为什么？啊哈哈哈！因为我喜欢他以后，我一直很难过啊，好心疼啊。不妨桌子上有两封信啊。怎么这么突然？就这样子离开了吗？他整个傻眼啊。差一点点啊。我觉得很怕他会自责。我表白了，给我老大压力了，太难了，冲啊！不会去冒灯了吧？哦，不止一个人啊！啥意思啊？认真吗？啊，没有没有！有、哦、啊，真的假的？不会吧？你怎么这期有点失控？你咋了？我见不了这种加分。你握他鹿角。啊！哥。我听到。哎，我觉得这个可以。我好像给他在做心脏复苏一样。你在给他止血。好看了，完美。太丑。
我的愿望已经实现了，下一次可以去我家里。芭比来迎接客人了，这么刺激的吗？让我抱一下。曾哥你真的玩不了这个啊，这可能已经情到深处了、其实我身体里的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吧。你经历过吗？在第一哇这得是你什么玩意儿啊，这你观察幽命啊，快抱他。每周二周三19点正片更新，周四周五12点会员专享真人秀加更，陪你看心动，还有花式物料和惊喜活动福利不定时放送，心动宇宙伴你甜蜜一下。只能这热气的早餐店，透不过去拥挤的地铁，还没睡醒又开始新的一天。摩天大楼下城市很美，云层之中有甜蜜的约会，渴望还有永远开不完的会。童话哪怕只一天，我也有用心体验的，但却再不会辜负夏天。丘比特放出了箭，被假装视而不见，勇敢一点，向前走，向前走，有微光在眼里闪烁，这是心动的信号。上微博进入心动的信号话题页，选出让你心动的名场面，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打开新浪新闻界面，新闻至于成果娱乐影视聚焦环球在线一点资讯，了解节目更多内容。感谢中华万年历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